大家好，我是三妹。今天我们把这些剩下的苇剪摘一下。昨天晚上我们已经加班，把大部分已经摘了。等会摘完这些，就一起拿出去卖。这批蚕茧雪白雪白的，个头蛮大的，像这种颗就是挺大个的。这个呢是双弓，像这个也是双弓，双弓个头就比这种还要大，像这个就有点像三弓了，里面应该有三条蚕虫在里面。这几天还没有看到老板下村来收我，等会得自己拿去烤房卖，不知道烤房是什么价格。今天早上摘的这些蚕茧是跟不上大部队的，如果昨天晚上摘的话，它的这茧皮太薄了，还没有断丝。今天早上摘刚好合适，摘完等下一起拿出去卖。像这里的就是薄皮茧了，这薄皮茧价格就特别低，拿去拉丝做蚕丝被都是用这些好茧拿去做的。这些窑都响了，里面松松的，就是它吐丝已经完了，就是我们说的断丝了。剪一个给大家看一下，剪这个吧，这个是断丝了的。要松了是吗？嗯，这个都是松的。你看它已经不吐丝了，蚕虫都缩成小小一个。再过两三天它就会化蛹了。这些呢是昨天晚上加班摘出来的，摘出来的蚕茧就得这样摊开着放。我们去打应该给你了。我那来给你挣了，要出工嘞。嗯。要出工嘞。你俩是这样子挣的。上次那颗青铜窑都没挣呢。差不多。这么的，二十一根青铜窑挣了又十一根呢。嗯，我是哪里的？你在搬什么？爱心。爱心，爱心蚕茧。来呗们，好嘞。嗯，两袋半。上大楼的完了，正好进。小哥哥，马上不上大。得了，几多几多了？哦，65点了。一百三。嗯。好吧，拿去卖，我们还要去摘桑叶。今天的视频上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
喜欢三妹的视频记得点赞关注哦，下期见，拜拜。